庆祝护师节，马来西亚槟城慈济志工的洗肾中心志工以及洗肾病友们特地为护师们举办了简单而且温馨的感恩会。这一天是国际护师节，马来西亚槟城洗肾中心的肾友和家属以及志工一同为护师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感恩会。欢笑声中，大家一一为护师们献上用香兰叶折成的玫瑰花，感恩他们的照顾和关怀。因为这些花哦，它不是很耐的，所以就是要当天才做，这样啊，我们前一天就做了，做了回去哦，它全部干掉了，它就是开到完。那所以昨天哦，我就赶夜场了，又在做了。送上用心准备的礼品，还有特别制作的小点心，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上台表演，要向护士们表达感恩。其实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就是生友跟我们的志工为我们庆祝护士节，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啊，希望说生友他们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来洗肾，然后就是平平安安的洗完肾回家。护士们用爱来守护肾友的健康，肾友们也以爱来感恩回报，温暖彼此的心。大爱新闻黄慈锦、黄春光，马来西亚报道。